那个。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会社に食い縫い。最初鍵館。マーシーの。X コントロール。这个牌子有没有？我其实之前我就有买，买很多他们的那个背心啊、啊毛巾啊什么的。然后就他寄了一些公关品来，嗯，也寄了一些奖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干妈，你看我又出来卖脸，然后帮大家谋福利，好，可以去买了，还不错。本列车即将抵达新竹站。哇，看他这种拉镜头的方式，很像妈木要试操完呢。我操，你有在看是不是？今天速战速决，好，这个礼拜蛮忙的。对，最近疫情已经很少出门了。那今天为什么要出门？因为收了一台已经差不多绝版的车子。绝版的，差不多绝版，蛮新的，只有一年的那个 Impreza。然后其实这台车哦，我报完之后才去看了一下新车的价钱。我发现我报太高了，干了，我真的报太高了啊！我们这个人就是怎样，爱面子而已。对，报了就是不能丢的。对，所以无论如何就一定要下来啊，下来再找机会看能不能丢。还要找机会？报太高了，我等下跟你讲报多高好不好？客人在等呢，我们去找客人。一台颜色的啊，一配啥？一配吗？哦，哦。太山，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史上最快收车的，要不要？哦，好，多快？我去看车。好了，看完了。不行，干，还是要干。我们要不要请车主来跟我说？你说有些小的地方在哪里？主要是前小黄杆这边。就这里吗？对啊，这个小。好，一些主要都是像挡风上面一些小小的。对。部分就比较没。很小了，超小。好，行。这个什么？这个是它原厂会有压尾。尾翼会有洞嘛？嗯，它就出了一片四片可以贴在上面，这只有用双面胶贴了。嗯，我知道。对，那原厂的在这边，压尾就在这边。好，对对。然后原厂脚踏垫还没用。对，那、啊、你看新的不用，现在送给人家。哎、欸，搞定了、欸！我们1:30到的吧，差不多2点搞定，然后我们就大家回家，我们就直接把车开走。看车的时间比聊天的时间还要短，聊天的时间比较多。其实我如果不聊天的话，速度更快。对，可是我刚才这很重要，因为我跟他聊完天，我才知道这个人，我才会跟他讲说有没有考过期，没有，好，谢谢。有啦，对不对？因为其实他也比较过了啦，我直接就跟他呛说，我是不是最高？他说对，他从台北问到高雄去呢。问到高雄，基本上你知道的车商他都差不多问了，他刚言语之中你听不出来哦，听到了，我听到了。对啊，對，我没有最高，我有机会得标吗？嗯、不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吗？今天这个码子我们喜欢，就是氪金就是氪下去，哦、不是这样吗？哦、对，干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情，好不好？如果有的话，就是你钱不够多。我是想比较开啊，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市场上这么普及的车啦，所以我觉得高就高啊。好，我们现在就出发，请他当司机载我们回去。好，走。好，搞定了、哦。哎、欸，我们到家了，谢谢。好，让你出现一只手，可以吧？交易愉快，交易很愉快，好不好？那、啊、我们快点把接下来的事情办完，走。手牌是一脚。哦，有没有听到齿轮的声音？是高音呢，欧巴酱。开这个车就很想要听广嗨呢。开、啊。人家说我们今天两个这种造型很像是某乐团，是吗？像小吃盆栽的那样。哦，对了。哎呀，哒哒哒，哆咪咪咪咪嘟，我的心啊！哦，那不是他的，看那那滨崎步的靠背啊，狮虎跑10000，这是新车嘛，不是吗？对啊。你刚看那个客人长得这样白白净净的，人如其车，它里面也都是干净，然后外表也都……我刚刚在他的后车厢盖写字，我有点不好意思。这个车是干净到我都不好意思碰它。你看像泰山这样，妈的黑黑脏脏，你房间我都能想象是什么样子的。是哦。什么样子？
就嘿嘿这样。地上的卫生纸团，我都会清干净。那卫生纸很奇怪哦，就是它白白的，你看它也没有脏，可是它就硬硬的。可是看，哎，奇怪，这是清啥啦？它没有，也是白的啊，也没有脏掉啊。到底为什么？会黄光。看，刚刚给我们的是10,007公里，对，刚破10,000，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开到10,024。我刚刚怎么听到你说他跑20,000？记错台了，记错台。因为最近我有真的有估到2-3台这个车，来问价钱。然后他这台我报最高，我有点印象，要不然我不可能跟他报那么高，因为他跑10,000公里。那我记得另外一台有一台跑20,000公里，我就报没那么高了。这个当初定价是133，但末代的时候有一批是卖125。啊，我现在跟他买多少？2020年3月刚好满一年又过5个月，我跟他买105万。你说我是不是报太高？不会啊，不会，这跟。干了，这根有那么贵吗？这根 OK 的啊，我现在唬你话，我爆料不能退缩。不过车况真的很棒，我慢慢看啊，这个新车没了啊，搞不好有人想要收藏这个车子。我昨天在想一件事，它这个价钱跟福特的 ST 是差不多的。那泰山，我问你，如果是你，你会选哪一台？我可能会选这一台。为什么？因为它有手牌。那如果 ST 手牌呢？我可能会。ST， 你会选 ST？ 对，我会选这个。我后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 ？ST 不强吗？也蛮强的啊。后来我想了半天，为什么？后来我想到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车它是会出现在电影或者是漫画里面、动画里面的车子，因为它有日本味的车子。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哦？福特的 Focus， 即使它是最强的 ST， 它很少出现在电影里面。你有发现这件事吗？哦，对，几乎没有。对，它光芒被野马啦那种盖过去了。对，感觉你在拍一些电影什么，你出来就是要那种大排气量的。你有看《亡命关头》有 Focus 吗？没有，怎么可能啊？会不会有Impreza？有可能有。对啊，所以至少说开这个车，我们还可以弥补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空虚的心灵。但一定也会有人讲Focus 也有开 WRC 啊。问题来了，为什么就是感觉就是差几回？你各个数据也没有输他，对不？啊，金价很狗萌，先被造起来嘛，没输一啊，哦，感觉他那个名声上面就有一个落差，还是日本味的关系？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哦 ，Impreza 就已经速八路车系里面算最强的。对啊，哎，我再来讲一下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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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热纸啊，要他妈的贴的这种满板3公尺，为什么？我每次开到车子前挡贴这种满板的，我都。有没有牙感？为什么要贴满板的？我跟你讲，观众朋友，你们以后去买车，他如果给你贴这种满板，就要撕掉。你说不要给我贴这种满板，那脏，都是字。被动，你看我这是不是被动？金能杀死过来七倍。你开车一直看这些字，干干净净的不是很好吗？有一定有人也会跟我一样。泰山，你能接受这种满板的歌？你要露出品牌没关系，你就角落。看你还怕满板，我家有混。都是这个3公尺，3公尺，对，都是3公尺。要听好听话是不是？来当干爹嘛。对啊，满满的商标，真的超级有质感。我们这个是大品牌，好，我们要彰显高大上，又高又大又好上。广开的时候是五专吗？专一二年级。他那时候你在干嘛？高中吗？看毕业喽，自己执行毕业喽。是会去唱歌了。哦，大学他要唱歌。我高中的时候好像就开始有在唱歌了。我而且高中的时候要唱《依附你》啊。我依附在你的心里面，我依附在你的来去之间，我的脆弱。哇哦！哎，现在听一些以前的歌很好笑。你高中的时候你还印象什么？唱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在听。你已经这么快了、哦？那时候，他说呀，对啊，就是那个呀呀呀呀呀呀，那时候，对啊。上次听到杜德尔歌，我发现他以前其实蛮红的。我的可爱人，要腼腆的，要甜甜郁闷。哇哇哇！有像，可以吧？可以可以。哦，有了，还有听庾澄庆，以前那很红啊。庾澄庆我知道啊。靠近我，就在今晚。还有什么老实情歌？老实情歌，干，让我想一下。怎么着？我知道。
我忘记了。你给我歌词，你念歌词念一段，我就会了。哦。啊、哦，想起来了吗？仿佛有了这些哎耶。哎、欸，我都不觉得我在开手牌车了，怎么讲？我就好像开直排车。现在不用再换挡。有啊，我好像平常哎。那这个路感算是硬吗？没有啊，路感算扎实，路面处理啊，调教的不错，开起来有质感。那这也会跳，可是它的那种跳不是那种让你觉得自己的车很轻，觉得底盘不想去处理一些碎震，它每一个坑洞都很认真的帮你处理好的那种感觉。可是呢，又不会让你觉得路感很模糊。你像一般的高级车，自证做得很好，可是你的路感会很模糊。我觉得像这一种运动化的车或是跑车，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比的就是这种如何在你需要它很有支撑性的时候，可是呢在你想要慢慢开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时候，路面的坑洞又不会给你造成太大的困扰。虽然他妈的泰山不管坐哪一台车手依然都是会抖。我在那边看了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这不是我的问题。看到没有，你是帕金森氏症吧？哎、欸，好快，我们要到了，你看，像拉迪赛拉一拉，哇，今天妈好早就完成我们的工作，爽舒服。你还是有定速吗？还有哎、欸，还有吗？那还有跟车？没有跟车啦，跟嘞、欸。史威夫都有了。懒叫，一直歪掉，没有车到自中啊。没有，没有啊，没有车距啊，好像要自排才有 SI。哦，你看啊，车道偏移也没有警示啊，看一下该出现了没有啊？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会社に乾い最社鍵館マーシーの X コントロール。好了、欸、我试完了、哇，这是新车了，很好讲。当他跟我讲、欸、这稍微剩小点、啊、你看那么 一米米米的的小点，他都觉得是对车来讲都是一个伤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这个人的话应该是可以听的，啊，我们就相信他。我觉得是可以把它当作新车的标准再来看的、啊，好不好？这个如果到时候有PO上来卖，你们来看车的，你就用新车的眼光来看它就好了。今天任务成功了，今天跟泰山小宝贝的任务成功了。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开小铃铛，拜拜。以后我们的那个影片就来拍一种那种宝莱坞型的那种，我们演一演就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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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跳，真的开始跳，有没有？有没有？或者是像那个拉拉链那种，有没有？你要演很多人。对，我们就演嘛，我们就说，哎，这车螺丝，哇，拉链啦啦啦，就唱完了，后面一堆人跑过来，开始跳，开始跳，等，哦，跳到屋顶，然后跳到高高高高，有没有？啊、以后我们拍一出估车的片，就像一个歌舞秀一样嘛，编、排啊、舞蹈，估一估就开始跳舞了。好、哦，哎，这样，这样，是吧？啊，不对，存在歌喉战绩就很赶快啦。好、哦，讲一讲，讲一讲，哇，这个车我觉得，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都开始阿卡贝啦，哇，哦，那得拿按拿唱歌，拿跳舞，啊，拿估车安尼，哇，会搞这么复杂。哎、欸，干那歌舞大秀哎、欸，把孤车跟这个歌舞秀坐在一起有没有搞头？你、欸、这样一讲好像有啊。对不对？现在还没有 YouTube 这样做吧？对对，哎、欸，好，比如说他们在讲一件事说，哎、欸，开始跳舞，后面舞群莫名其妙一堆人就跑出来，然后跟着跳。那种歌舞剧叫它怎样，你知道吗？就算你是走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路上。想到这个 feel 来了、连路人都跟你一起跳，有的路人还帮忙打鼓。